我们可是小镇英雄，就不能直接入场吗？可别可别的，安检是非常重要的流程，不能搞特殊对待。小姐，先生，请等一下，洗手液不能带进去。啊，是吗？真抱歉。洗手液而已，小题大做。难道有人会带着炸弹看演唱会吗？哎，怎么改成书生了？安检七被搬走了吗？啊！喵，到我们啦！怎么回事？根据分析，应该是有菲菲的狂热粉丝混了进去。我都说了签个名就走，非要并不用炸弹。站住！两位保安大哥，你们连他身上的炸弹都没搜出来吗？我们也没想到他把炸弹藏在裤裆里。还是安检机靠谱。对了，安检机怎么会不见了？难道狙击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？果然是你们博士，出动吧！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青青。这次时空起点发生在1895年11月8日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伦琴教授无意中发现了伦琴射线，也就是 X 光。根据记录， X 光主要应用在医学诊断，因为 X 光的特性可以让我们透视身体内部，医生可以更清晰了解情况。这样岂不是什么东西都藏不住了？没错，所以各种安检设备都是利用 X 光检查，违禁物品绝对无所遁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发明。那一定要保护好 X 光，出发吧！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电压稳定，好，继续。再试试其他的，看来音乐盒也能看见，书也可以。铅笔，不行，铅这种重金属会把射线阻挡，太重要了，要赶紧记下来。这可是不得了的发现，一定要把资料存好。它跟其他射线的特性完全不一样，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就叫它不一样射线吧。不一样射线，有点拗口，算了，先叫做 X 光吧。好的。X 光听起来也挺不错的。你等等，你是谁啊？把资料还给我。白人，请你柠檬投开。还我资料？你想干嘛？弟弟，不还不还，生怕我也拿走喽。别跑！追不到，溜了溜了！逆转高跷，万能步。谢谢你们拿回来。讨厌，玩东西不要脸！哼，
你偷人家资料更不要脸。闭嘴，柠檬三宝阿皮。放马过来。快，伦琴先生，您先躲起来吧。好的好的。柠檬中能，大家小心，蒙查查一定有什么。天下喵围墙，逆转光枪。今天萌查查的战斗力有点渣，喵哈哈，就叫萌渣渣吧。检测到异常能量反应。异常能量？难不成那个家伙是在？好，结束战斗。又结束了，不过，我的充能结束了。这个闪电猫，可比可比的，本喵的造型才没有那么奇怪。那是被 X 光照射后形成的图像。哦，怪不得是骨头的样子。嘿嘿，看好了，我踢！闪电猫，你没事吧？踢了本喵一下。根据分析。萌查查可以通过 X 光影像控制闪电猫。叮咚，答对了，给你们奖品。穿透很多物质，普通的石像根本挡不住。好啰嗦，你们话太多了。不好，罗辑先生快跑。放手。又来。多多欢迎猫看招。你可不能再被控制了。伦琴教授， X 光的穿透力这么强，有办法抵挡吗？这个嘛，书也可以。
铅笔，不行，铅这种重金属会把射线阻挡，用铅笔。好机会，快砸了他的灯泡！收到。哎，我用力，停！真的到了，怎么办？哎哎！这个，能动了！通天拳套！哎，不能动了！哎呀，火线拳！欢迎蒙娜，打赢了吧？嘿嘿，奇趣特工任务成功。